火力全开，六道飞起，让今天晚上所有的唱将通通歼灭。耶、棒！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出本场所有的蒙面唱将上场。有请蒙面合唱团。好可爱哦，多热呀。我这是什么？神雕。合唱正式开始。
爽不爽？无地自容，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蒙面唱将们。这是我最开始那个做乐队的时候听的歌，摇滚启蒙。对，简简单单思维，风风呼雨。哎呀，那阵儿我们上学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弹空气吉他，根本不会弹，那自个儿那对，自个儿那空气吉他。所谓的空气吉他就是模仿有一个吉他，然后自己造。哎呦，好哥，这个姿势，这个位置还是不对啊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从面具上面看起来的话，又有人选动物哎。嗯，请问这个是猫头鹰、小鸡还是小鸟？我是小鸟。小鸟。对。那你知不知道这一季如果戴上了动物的面具，很容易不小心透露别人的身份？我比较特别，我不会的，我很口蜜的。他说我口蜜的广东话，广东人啊，我好好慢，口蜜，对，我口蜜的。那既然他不说，咱们问问咱们中间那位雪人老师，对不对？好可爱哦。所以雪人老师，这个台上有没有认识的人呢？比如那位鸡毛的老师，什么电池的老师，谁的声音你比较熟悉一点？他唱歌的时候，我觉得。哎，这是没看不见。第二个声音我好像挺熟的，我就好奇他到底是谁。那雪人，你穿这套衣服跟你的体重有关系吗？有啊，因为你们一看我的身材就能认出我。有可能。这么明显呢？所以我就把自己身材掩盖着了，你们就不认识了。我反而觉得雪人穿这种衣服，要不他很瘦，故意要遮住他很瘦的身材也有可能。这一个也挺口蜜的啊，口蜜。但是那边有一个副剑的口蜜副剑，你看身上拽了把剑就上来了。对，打扮得像个武士。好，那不是我们每次都会问问题，对不对？以前我们都会请唱将们往前站嘛。今天我们用半蹲来回答问题，好吗？萝卜蹲。你们当中会自己写歌的，请半蹲。哦，两个电池已经蹲下了。哇，他蹲很低耶，他在发抖了。好，可以站好。哟，可以啊。不是，那鸟是干嘛呢？其实我都有写过歌，但是我蹲不了，我的裙子太紧了啊！对啊，我写的不多，但有写过好几首。好，有拍过电影的请半蹲。哎，小鸟蹲了两次了，对，也有蹲。好，那这样好了，有演过主角的请半蹲。演过主角的啊。哦，哎呀，还有三个人呢。那个黄电池挣了不少钱，他干过好多事儿。对。但是有一个人就是雪人，啥也没干过。请问各位唱将当中开过歌唱的，请半蹲。好问题。开过歌唱的，请半蹲。小鸟又半蹲了啊？雪人也蹲了是吧？雪人老师，你到底是蹲了还没蹲？我蹲了好几次，根本看不出来，根本看不出来。雪人老师，你蹲是什么感觉？对，就跟站着是一样的。啊，这样好。啊，蹲了。差不多了。好。大概离一下方向，好不好？我发现今天在台上啊，最沉默、最不想表现的。是角落头这个铁臂小乖乖，白电池，他一直在隐藏自己，你没发现？因为上一期他都特别活泼，他还给我抱怀里甩过我一回呢。对。而上一期的时候，实际上他好像跟我们聊了很多，但真的没有给我们什么具体的线索。没错，没什么线索。可是今天他很怕，就你留下来，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你躲起来就行。留下来，好，留下来了，好。所以留下来的是铁臂小乖乖，是不是？哎，就他吧。OK， 第一局里面要跟我们的铁臂小乖乖来完成合唱的，就是身上带把剑的这位，他的名字叫做大侠。水密码 CCC， 邀您闪亮登场，让我们期待今天晚上的第一组蒙面唱将，请准备。小乖乖这次在劫难逃了。欢迎进入由全球销量领先的中国 SUV 哈弗冠名播出的
蒙面唱将猜猜猜。